们听的音乐类型会差很远吗？对，不会，很远很远。那你是听谁的歌？我有听很多艺人的不一样，好像别人讲英文的，就 Corin Billy Ray， 然后 James Morrison， 然后完了又有听 Abraham， 我是什么东西都听的。对，三分。我是听张学友、古巨基、草蜢，很多啊，就是那些。我喜欢听香港艺人的歌曲。哇，你这样年轻，你看都懂的嘞。你来。我呢，听新乐团，动力火车、FIR、深色区、自由行，就有点屌，不是吗？有点屌了，但是呢。是很少听过的歌，他都是。OK， 但是为了你们的偶像，你们可能呢也会爱屋及乌去挖掘一下了。那到底呢，你喜欢的歌手的音乐类型到底是怎么样的 ？OK， 以后就有共同的话题可以聊了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要代表现场的歌迷朋友们问的。刚才有一位朋友要问的就是，你们三个人当中谁的舞跳的最好？我投你，不用问了，就是你。白迪富他就是跳的最好，为什么觉得他跳的最好？因为他，我们都认为他也是有一点天分的，再加上我们两个是没有天分，就没有说就他呀。那你们看过他跳怎么样的舞，让你们印象最深刻 ？OK， 他现在有点害羞了。你是不是在想我吗？撒泼嘞！对了，你知道下来我要要求你做什么了，是不是？精神上支持他。OK， 所以先是看你的这两位好朋友怎么帮你解围了，因为 I merely threw the question and just, they just said 跳舞。加油！什么啦？OK， 怎么样？你们要不要为他解围？要不要帮他随便跳一下？可以吗？可以开始吗？可以可以可以 ，Anytime， 来。你确认是我吗？是，去。他很害羞，我们鼓励。